寻找王舒阳。最近都有学生传给我，抖音上有一系列这样子的影片，看到寻人启事，是因为有女生透露八字而消失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透露八字下降是什么啊？王舒阳寻人启事，还重金答谢。可是他的脸被涂掉了，找得到吗？还是你查好看下面那个？重金答谢寻人启事，寻人启事有钱哎，你们要扫吗？我不要。妙，哦要去一下就好了。对大家，我来到了西门町，我就是来寻找那个王舒雅的寻人启事，上面有什么东西？即寻人启事，王舒雅，167公分，35岁，特征体型纤细，身穿碎花洋装，手提珠扣包，没穿鞋，精神状态不佳。你们不觉得这个王舒雅的事件跟当初小林有异曲同工之妙吗？我等一下下去的时候，我要拍一张照，看看他的护身符在不在这里，然后。哎、欸，小丽，你在车子那里等我就好了。对，你在车子那里等我就好了。满意，谢谢。就都是跟中校扯上关系之后，结果人就突然消失。我就在想说，透露八字、下降头这种东西，真的有这么灵验吗？所以，如果我真的想要实现某些愿望的话，我是不是就只需要请个人对我下降，我就可以完成所有事情？好像可以哦。我从西门町回来了。抖音上面有流传王舒雅失踪，那听说她就是被下了降头嘛。我个人呢，是感觉这个事件真的跟我当初那个消失的女子小林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跟宗教扯上关系，然后人就消失不见。那我就想说，不如我就来对自己下降头看看。所以我找了一个降头商。你好，请问有那种我只听一个人7天内撞鬼的降头术吗？可以，费用18000。我要提供姓名、生日跟照片，对吗？是的，他就帮我出了一个我的照片的资料。因为降头这种东西，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嘛。比如说，有人说他被下了感情的降头之后呢，就发了疯似的想要去找那个思想者，或者是有的人呢被下了诅咒的降头之后呢，结果运势低落等等，非常多的这种鬼故事。平常人不会去接触这种东西嘛，自然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真假。刚好这个王舒雅失踪呢，我个人就非常的好奇，到底降头术真有其事，还是只是一个幌子呢？所以呢，我就联络好了这个老师，我们就静待他做好降头之后，到底会不会7天内见到鬼？那在耐心等待之前，跟大家劝导一下，随便上网打降头术商店，下面都有这种泰国情香、爱情香、口碑透明、诅咒系、倒霉系、惩戒系、黑法，然后点进去呢，就会有这种下降头的网站，告诉你们有这个东西。但是呢，奉劝大家没事千万不要去试。那我呢，就是后期嘛，害了这么久，也真的会想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的存在，也会好奇那些宗教真的有这些所谓的法术在，还是只是现代人拿来鼓吹信众的工具呢？一点我也是蛮好奇的，因为我觉得做人就是要踏实坦荡荡，这样不仅是我们自己活得有价值之外，甚至也可以帮助到人嘛。讲了那么多，劝大家不要轻易尝，让我尝试就好了，等我的结果吧。今天是我被下降头术的第一天，你们觉得我的脸色发青吗？超蓝的，对不对？电脑屏幕也是超蓝的。对，不过呢，我是真的被下降头了。你们看这个影片。เอตังพิยังมะมะทิตังสิเนหะจะมหาราชาสัพพะสิเนหะนาคาโลโหติสัมภโวตุมาบังเกิดเป็นนาเมตตาจะมหาราชาสัพพะสิเนหะสัพพะจิตังสัพพะธนังสัพพะละพังสัพพะโหกะนี่ก็照片上面的八字对我看不懂的符，因为我的名字是年月生辰八字，就这个东西让我在7天内见鬼，但是现在的个人是没有什么感觉，家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太奇怪的事情。
看起来是一片安好。这七天我每天都会起来看一下我个人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，以及我有没有看到鬼，也会用家里的监视器实时的监控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任何的异状就发生在我家这样子。宝贝在叫了。我这一次被吓的降头是飞降，因为降头也分很像我们一般人啊，最常可以做的降就是蛊降。蛊降它就是用蜈蚣之类的食材念一点咒语，让你要下降头的人喝下去，他就会中毒。做鬼降，顾名思义就是用小鬼去下降头。虽然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但是这个师傅他有跟我说，收到影片之后，我可以在心里许愿，就像生日吹蛋糕一样，不用看着影片，也没有限定什么时间，这七天内我想到就可以许，就可以增加这个降头的机会。看来我真的想要见鬼的话，我也必须要照着他的说法做，我要许愿。太荒谬了，我竟然要为了看到鬼许愿。大家许愿都是平安健康事事如意的，但是许愿前呢，我也好奇，我想看一件事情，从胯下看会不会看到鬼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我只看到很乱。你是鬼吗？你是鬼，你是鬼，你是鬼。看起来一切正常。看到鬼要跟我说哦，应该跟我一起被下降头的，这样我们三个就可以一起看到鬼了，对不对呢？嗯，对，大家好，这就是我第一天被下降头的第一天。目前呢，没有任何的状况。反正呢，这七天会实时的监控，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呢，我会马上拿起相机，或许是我，也或许我的摄影机也就会录到一些状况。等明天吧。我刚刚还没睡着，在演一个睡觉的感觉。这差不多经过了几个小时，我觉得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，是觉得现在非常的累，真的好累哦。过八到十小时左右，我要去做一件对于这个降头术关键的一个事情，挑战都市传说。我刚刚摸，突然觉得痛痛，手上多了一个伤疤，因为我昨天有做章鱼烧，我自己刮到的吧。真的要睡觉了，好，晚安。哎呀，你们看得到我吗？吓死我！我想说，怎么会有毛在弄我？我以为是蟑螂哎、欸！哎呀！现在是我第二天的白天了，是一个清晨，即将天亮的状态。我刚刚一整晚躺着都睡不好。可是呢，我也都没有看到所谓的鬼。我刚刚就在试那个人教我的，必须要心诚则灵，许愿。刚许完愿，就是闭眼，然后说希望能看到鬼。阿门。那至于呢，会不会看到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们觉得我的眼睛有比较布满血丝吗？这回晚上呢，我就要去拍摄这个碉堡的都市传说，希望能够顺利吧。回来了，刚刚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是有够恐怖的，大家可以去看这支影片，就带你们去把就看看有没有大家所谓的符咒啊，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。大家很久没看到Linda了，对，你看她现在长得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眼睛变得好蓝了、啊。把她掉吧，就在后面，带着Linda出发吧。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累成这样，睡觉吧。对，大家早安。现在时间来到我们的第三天，我穿了这个金的小短裤。哦，天已经亮。你们觉得我的眼神有什么变化吗？镜头好脏啊！天哪，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任何的鬼啊！不然就刚起床，我来许愿一下好了。我还有四天，希望呢，这是四天可以让我见到鬼。还是好累啊！我现在呢要来跟你解释一下，这个袋子昨天我发现碉堡的地方，你可以跟你讲，
切个画面。那袋子呢？昨天是间接的救了我们，让我们有手可以进去。我的老婆 Linda 呢，她要功成身退了，因为我看到了更多 eBay 上面有奇奇怪怪的娃娃，等一下可以带我们逛一下。然后昨天去拍碉堡的时候呢，这个东西，对，它就是测量磁场的嘛，不知道 Linda 身上有异常的反应，所以呢，我就在片的最后就想说，我是不是要在 Linda 的这里给她开一场剖肚？但我又觉得把它剖开是不是不太好？不然我发 IG 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觉得要杀死 Linda 吗？开个问答。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我个人是不忍心杀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很好奇。那我看大家怎么投票再决定要不要杀了他。对，你们看我现在有血丝吗？因为我反而觉得 Linda 的眼神还比我有血丝哎。你们觉得有吗？时间的来到我们的第四天，今天呢，我就是来大家看一下我说的 eBay 上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东西。超自然的恶魔撒旦娃娃，她的丈夫呢，就说在一个沼泽的深处发现了这个娃娃，而且她的头上有一个倒十字，躺在这个鹿角骨头里面。这是她当下发现的现场吗？还是她布置的呢？这不得而知。但尽管如此，看上去的确是非常的恐怖的吧？而且为什么她的头上第一张有十字？然后第二张就没有，蛮怪的。甚至他说，找到这娃娃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八英尺高的影子穿过这个房子。这种东西就是我想要的，加入购物车。那个陶土娃娃大家记得吗？之前有买过一个类似的日本娃娃这一集。有声音吗？欸，这只娃娃的造型我喜欢，很可爱。这只我感觉我也可以加入购物车哦。是拿来占卜，或许我们玩塔罗牌的时候就可以召唤出这只娃娃。这个娃娃的眼睛也是蛮恐怖的，像一个修女。它后面还放这种耶稣的图案，这娃娃看来是一个天主教徒。他说这只娃娃是一个女巫施展的魔法。后来呢，这只娃娃就被赶出了女巫的集会。他喜欢钟摆啊、蜡烛啊、EVP 啊，会点亮物品、移动容器，还有进入我们的梦境。这个卖家都说，他跟他的丈夫在这十二年以来，从这个娃娃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。哇，所以这个娃娃是可以叫我们学会魔法的。酷，加入购物车。中枪头的第四天吗？我个人目前是还没有看到任何的鬼，可是我觉得我的眼皮重重的，你们觉得我看起来有像中枪头的感觉？接下来还剩下三天，可是接下来的三天呢，我要去南部一趟。我个人其实也是刻意挑了这三天，因为我觉得去到南部，我还可以带摄影机，然后人在外面去感受一下。我会不会因为在不同的场所反而可以见到鬼呢？那我们就南部见吧。你们觉得我的眼神看起来有比较布满血丝吗？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，只是我今天可能有比较累一点而已，但可能也跟比较没睡有关。我现在人呢就在这个关西交流道，它这边呢大家知道厕所旁边的支线干道的传说说有无头鬼的出没，然后我想在那边挑战看看我会看到什么东西。趁现在被下降头嘛，几率应该比较大。 Let's go， 恐怖的步道，好黑哦。再看一个日本的都市传说，半夜不要弯下腰往下面看，这样会不会就变成什么奇怪的男鬼？会不会鬼的传奇都这样来的？那我就从这个第一阶开始一路走上去，走十三步来哟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好，接着往下弯腰，会不会看有一个无头的女鬼在看着我？我来了，伸伸懒腰。OK，Let's go。三、二、一，不要！看起来是没有，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所谓的
女鬼头，一看也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异状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下台南吧，我很期待明天要去吃那个永济式母鱼汤，我还想要吃李妈妈民族锅烧意面。你们还要推荐我吃什么吗？对，今天又是没有看到鬼的一天。你没有看到吗？你们又看到吗？剩下这两天呢，希望它能够让我有作用。毕竟如果有作用的话，我就知道说这个降头术可以拿来做一些其他的更厉害的事情，帮助一些病情好起来啊什么的。因为这个东西呢，虽然跟科学无关，可是它唯一让我相信的就是它是流传千年以来的宗教，这个宗教的一些法术的方法，它有经过时间的沉淀。虽然最后它到底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其事，我们不知道，但就是可以姑且一试吧。那我要先去尿尿了，拜拜。变化吗？血丝之类的，个人看上去是没有，我可能就先睡觉一下，明天起来如果有什么奇怪的感觉。现在是我被下降头的第七天，一百天。那目前呢，我到现在都还是没有看到鬼，但是呢，状况还没结束，因为你们有看到我摆的这些大麦克吗？他们刚刚全部都被点了香，因为呢，我刚刚在做关于大麦克的都市传说。被下降头的这个第七天呢，你们看我现在的颜色，你们觉得有比较不一样吗 ？Linda， 大家可以看到 IG 上面投票，大家是希望他要解剖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就来准备把这个Linda解剖。我刚刚宜兰饭店回到了家里，想说带回来把 Linda 解剖，就让大家看看 Linda 身体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异常，造成我那集磁场器会一直哔哔哔哔的叫。一样用这个磁场器再测一次给大家看，它测到心脏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就是会哔哔哔哔的叫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到脚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那我也确认过了，不是他的衣服，因为把衣服脱掉还是一样，他衣服后面也没有任何东西啊，把他给解剖吧。但是呢，因为我想一想还是觉得有一点残忍，你们看他手是可以弯曲的，不如我就把他手扒开来看看，我搞不好可以再把他接回去。我来试着把Linda的手扒开了，小孩子眼睛闭上，看来了。我们这样应该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如果不行的话，我们再把头拔开，抱歉琳达，等一下再把你接回去。嗯，为什么？好奇怪啊！那像要测鬼器的话，它会叫吗？哎，还是会。可是它的数值变零嘞！见鬼了，它在叫，可是它的数值是零哎。觉得这个娃娃蛮不可思议的。这个磁场器在叫，可是数值显示零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。哇，或许琳达她还不是功成身退的时候，我原本以为拔掉里面可能会有东西让她，可是什么都没有，就算了，她还让磁场器哔哔哔的叫，而且数值还是零，我不懂哎，我不懂哎。大家希望可以看我再去跟琳达做什么，不管是露营或者是探险类的都可以跟我讲，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想到我可以跟他干，或许你们可以提供我一些想法。然后呢，至于被下降头，现在其实上回来已经算是第八天，目前到现在呢，我都还没有看到鬼。我觉得至少我觉得这个降头术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作用，不过呢，这并不代表对其他人没有作用，因为有的时候这种东西也是因人而异嘛，所以不是否定这个宗教或是这个法术，甚至是这个商家是没有用的，是说我的亲身体验没有用，但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还是不鼓励大家去试啦，尤其是像透露八字这种事情，在老一辈的人观念中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当然大家如果对这种透露八字之类的主题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我的影片，或者是呢，6月21号有一部电影《化解》即将上映，片中的女主角呢，像我一样，就是透露八字中了诅咒。我一开始说的寻人影片呢，就是因为王舒雅透露八字而被借尸还魂消失的。不过呢，片中她的遭遇是比我凄惨了许多。想知道她消失的原因，要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你们可以到戏院去看这部《化解》，去戏院寻找王舒雅的踪迹。
宝贝现在跟 Melody 一直在问琳达，我一直在思考被下降头的这七天跟七天前呢，我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？我想来想去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差异，我一直有一个被下降头前呢，我的作息是非常的规律。前五十天以来，我每一天都有在 IG 发我练琴跟健身的时间，看到的人注意到是早上，我都是早上回去健身。但是呢，就因为被下降头的这几天，我开始变得晚上睡不着，我变成早上才睡，然后晚上起床。不晓得是因为我被下降头的关系，还是因为我要记录影片，所以导致我的作息乱掉。这搞不好是心理作用，但也搞不好降头术的心理作用，搞不好这种法术的心想事成也都是心理作用。但因为它扯到宗教嘛，所以有的比较铁齿的人，他就会完全的一竿子打翻这艘船。但比如说像某一些也是那种很科学脑、相信逻辑的人呢，他们明明不相信宗教，可是他们却相信吸引力法则。但吸引力法则讲的不就也是心想事成吗？所以其实各个论述、各种人是需要去讨论的。所以搞不好我下礼拜就看到鬼了。对，总之呢，这就是我被下降头的七天记录。那虽然没看到鬼，但是我也是蛮开心的，因为开开心心过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嘛。OK， 那最后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点赞，喜欢谢谢大家，我们狗们下次见啦，拜。